正在通知粉丝来看你的直播。Hello，Hello，Hello。那个，哎，先坐聊一会儿是吧？先坐聊一会儿。昨天那个，哎呀，这个就得举着。昨天那个，不是给大家喝了，品尝了一下凉茶吗？然后那个，哎，马上飞机起飞了啊！那个 ，safe flight， 啊，那个，谁能帮我先举一下？对，稍微举一下，我开一下凉茶。我又买了那个念四味凉茶。好卡吗？没有很苦啊，他们说好苦这个，那我觉得还行。看到我头发直了没？说直就直了，笑什么笑？OK， 有什么内容？我现在不吃饭，大家，我带大家去后台看看啊，行不行？想不想去后台看一看？想去后台请扣一。没人扣一啊，都不想去后台看是吧？都不想后台看，那就坐在这里聊吧。好，看到了，估计这个是肯定有延迟。每位观众都会在屏幕上看到问题，清楚问题即可回答。哎呦，排练过了吗？问题排练过了吗？那个我们现在就在，我现在就在那个舞台的这个彩排的后台，然后呢，刚刚已经去试音了，试音完了以后就是去准备去那个，对，带大家去后台看一看，逛一逛。OK， 就是没能来的朋友们，就可以来了。OK。哈哈，现在是我们这个通道，这是我会走的通道。OK， 这就到了舞台后台。还没有，这是舞台搭建的后台。然后呢，这是我要走的路线。上台，哎，我们先去观众席吗？好，我先带大家去看一下观众席，好不好？我要去坐坐你们坐的座位啊。看，给大家看一下啊。哇塞，好多座位啊。这是舞台，看到吗？舞台。哎，怎么七？哦，这样我就不用转了。看到没有？舞台，这是你们的座位。我现在准备去那个，这个后面最后面的座位上去看一看，
感受一下在后面看舞台是什么感觉啊。好热，我今天下午彩排的时候热的，热，特别热。然后呢，我说要把空调开低一点。你们最好带件外套啊，到时候不要太凉了，因为我在台上可能会穿了很多，然后又蹦又跳的，肯定会很热，所以我要求把空调开低一点。你们最好带个小外套，然后呢，不要来看这个演出的时候着凉了啊。因为马来外面热里面冷，就很容易热感冒，知道吧？我现在走到最后面，就感觉像去了那个看电影的那个最后一排。等我给你们看啊，在最后一排看向舞台是什么感觉。这里有安全出口。哎呦我去，还挺远。OK， 我已经到最后一排了。最后一排有个摄像机，给大家看。哇塞，是不是很酷？哇塞，看不清路。到最后一排的最正中最后面还有开个架子，估计是要录像的，要拍的。诶，这怎么少件衣服啊？是不是哪位粉丝没有来？怎么少件衣服？可能没卖出去的座位被我抓到了。这肯定是没有卖出去的座位，这么正中间，为什么？对吧？这观影效果，我看电影就喜欢坐在最后一排，这视角偶尔好，必须可以蹦迪啊，必须可以蹦迪啊，那家伙必须大家都嗨起来啊！我要睡好吃好喝好，今天早午饭没有吃好，我都不开心，没有吃到想吃的我都不开心，因为我觉得必须要吃好了才有体力，诶，我这里下不去，才有体力跟那个大家一起蹦一起跳。你们也准备好啊，准备好体力啊。不得不说这个很，而且我刚试了音响效果，这里的音响效果非常好，这就是专门用来演出表演的一个舞台，然后整个声场都特别好。然后啊，我现在走下去，一点点走下去。哎呀，老好了，上次因为全是平地起，都是搭起来的，然后所有的座位都是摆的。这一次它就是个专门的演出的一个舞台，然后那个你看这个我看你们看不到啊，这个你看这个座位都是那种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应该是给你们的东西啊。请在马上就离开时带上 Rachel 纸质拉手花，一起复古。请在变成星星照亮你时使用手幅应援并合唱，哈哈哈。挺好的，站你们视角感受一下。对，这个就是像电影院的那个座位一样，因为舒服，而且整个舞台是就是斜坡向上的，就是说不用担心，大家也不用担心看不到我，不会像那个有点平，但这个舞台就是直接向上的。以后我选这个舞台和选表演的地方、选演出的地点，对，到时候我也会跟他们讨论，因为都是
都是那个第一次嘛，第一次，因为时隔很久了，然后加上自己可能有些环节，没有那么有经验，就是以后，办得多了，跟大家见面次数多了以后，就越来越有经验，然后也会考察一下，站在你们的角度去看，看能不能享受这个视觉的盛宴啊，享受这个一次又一次的演出。然后现在就是你看，大家也看到这个头发很长了啊，头发特别长，就是说那个你知道洗头可麻烦了，终于明白你们为什么不愿意洗头了，洗头老麻烦了，有的时候吧，你有的时候晚上你又没出汗，你就不想洗，知道了，我就知道那个为什么要戴浴帽了，以前我都不理解为什么要戴浴帽，我现在就特别想买一个浴帽，然后呢在洗澡的时候可以把浴帽戴起来，这样就可以不用把头发弄湿，就可以不用洗头了，因为确实每天洗头加吹干，头发一长吹干也贼费劲。然后给大家看看，哦哇酷，我们的音控台，这是我们的音控台，酷，这是可以走下去的通道，我带大家从这边走一下吧，刚刚没走，看，这都是给你们的袋子啊、哦。唯一有一个没摆的，我等会去问一下，是他们忘摆了，还是那张票没有卖出去？这里还空了一个，看到这被我抓到的，空了一个。对，我回头我估计我以后可能洗头发也可能再留长了，可能就得去理发店去洗，太费劲了，真的费劲。加上我手指不是受伤了嘛，然后那个洗起来就更费劲。啊，这是前面的观众了啊，前面的观众。你看每一个座位都是摆好了，给大家的东西。这是舞台，灯光。然后你知道洗头为什么戴浴帽、啊、就是后面的头发老是会沾湿，就很麻烦，就会觉得哎不想弄湿嘛，又不想吹，不想洗，就弄湿了，就感觉老是湿湿的，躺得很不舒服。哎，舞台，我已经走到第一排了，哇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刚我在彩排的时候，第一排的观众，那家伙有一个位置，那真的是绝了，绝了，这个位置是这个位置吗？这个位置厉害了啊，这个位置真绝了，我先把这个放旁边。我的妈呀，这个位置我给大家，哎，还能调，来大家看一下，看到吧，这就是我站的地方，这是我站的地方。然后呢，等会儿啊，等我爬上去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反过来是什么样子。看啊，我现在上来了啊，我再给看那个位置是什么样子。看到那个被我拿掉那个的就是这个位置。看，这是从舞台上看整个现场的景，酷，很爽。又站上舞台了，刚刚试音的时候太嗨了，我已经真的摩拳擦掌，蓄势待发。这个已经上弦了。
这是我们键盘老师的位置，键盘老师的位置，这是和声老师的位置，和声老师旁边是吉他手，吉他手旁边看他们怎么记谱的。我这个吉他老师之前教过我怎么去记谱，在记谱他们会有简易的记谱的方法，几个小节用什么和弦，他们都用数字，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。这个是贝斯老师，贝斯手啊。然后就到了我们的鼓手，鼓手的位置。打鼓，其实我有学一段时间打鼓，打鼓特别好，就是有点麻烦。不过现在很方便了，现在有那种电子鼓啊。那我的琴现在放在角落里，嗯，这也是操控台。我的位置在这儿啊，我的位置，升降台，这个升降台，我在这儿，看一下你们是这样的。看问题啊，哎，这个还可以挺好的。有测 MBTI 吗？测过，但是不记得了。测过，不记得了。就算记得，也不告诉你们。Hello， 导演。就我做的这试一下啊，我做的这个。台上这个坐着，知道我这是他坐在这儿，坐在这个台边上。今天吃什么？今天。我没想到他们又给我买了那个什么椰浆鸡腿饭，我生气了，又让我吃鸡腿。今天没有去哪里玩，今天因为今天要彩排嘛，然后要整个走一遍台，确保明天的这个演出顺利，所以今天主要就是工作。Where are you now？ 吉隆坡用英语怎么说？这个是我们的。应援。应援灯，我看啊，还有很多因为 ins 嘛，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的这个粉丝朋友。我看到还有说要我去韩国的 ，come to Korea，I miss you。要怎么说？韩语，안녕하세요，보고싶어요。还有这个来自泰国的朋友卡坤卡，上次已经去过泰国演出了。
会唱还没有出的新歌吗？这次不会唱还没有出的新歌，下次可能会唱，因为还没有，因为要跟乐队合作嘛，然后还要有一些可能是乐队上的改动，所以这次不会唱还没有听的，还没有发已经录完了那首《追》，我很喜欢，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的一首歌。新歌应该是9月25号上线，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啊。嗓子还可以，刚刚唱了几首歌，还可以。对，所以一会儿我也不说太多话了，保护好嗓子。其实唱歌是还好，说话说多了特别伤嗓子。Reading trip, please tell us more about your reading trip. 主要是有很多细节需要保密啊 ，secret。到时候会给大家看到，一个更有意思、有深度，的一个影片吧。这啥？还有加入请求啊，加入请求。今天去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要需要彩排一次，对。Mexico, do you like?Mexico, 墨西哥吗？墨西哥挺远的哦，墨西哥好远哦。Do you like Blackpink?Their party will be tomorrow. 是吗？明天有 Blackpink 的 party 吗？在马来？我刚才坐了很久了，我现在要回化妆间，要回化妆间，然后吃点东西，然后做好最后的造型，然后就准备
准备彩排，对。吃啥？其实我在后台吃的都非常简单，因为其实很害怕，吃坏东西拉肚子什么之类的，所以就是说一般都会吃一些，面条啊，就是煮的面的主食这样的，就好了，吃一些很简单的东西。OK。感觉我相信还有很多很多人，应该也有可能都还在飞机上吧，对，还没有到马来，还没有到吉隆坡。可以来台湾吗？等这个能够办签证，或者是大家都能够去的时候吧，应该会再去。而且我还想去重新去台湾，骑行一次，因为之前不是骑过环岛台湾嘛，所以其实还是很想再去骑一次的。辛苦了辛苦了，6个小时飞机，带好护颈啊护腰啊什么之类的，6个小时还是挺长时间的。我的化妆间，那不是把化妆师的秘密都告诉你们了吗？对不对？人家靠这个东西吃饭的都告诉你们了。好了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还有最后的三分钟就结束了，那个就要准备彩排了。给你们看一下，会用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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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概会用什么。什么样的东西，给你们大概瞄一眼，可多了。哎呀，这有镜子，把大家全反出来了。看，老多东西了，我也不知道用不用得上，反正每次摆是可摆出来可多东西了，也不知道用不用得上，我也不知道用了啥。反正我负责坐着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直播马上就要结束喽。我要去准备了，I hope you are happy and successful. Thank you. You're so sweet.Is my mom coming? Of course. My mom is my biggest fans.
哪个说我脸上痘痘还在？哪里有痘痘？哪里有痘痘？其实就是有演唱会，其实挺有意思的。就是说，大家就会有一个像约定一样的东西，然后，会去要见面嘛。然后，我也是在这之前会有一些准备，然后尽量让自己的状态变得很好。然后，不管是声音状态啊，还是身体上啊、体力啊各方面的状态调整到最好，然后去赴约，就像。好朋友之间要见面了，一次很重要、很盛大的一个见面，一个仪式感，然后我都会去为彼此，然后做很多的准备，然后，好看啊，漂漂亮亮的，然后呢，又是我也会为这个目标吧，然后去每天运动啊，然后让自己的各方面的状态都保持好，然后呢，也会想总结这一段时间来有什么想法和感想啊，然后可以跟大家好好。聊一聊，然后呢，对吧？剩下的就是演唱会的时候聊了。对，现在不能聊太多，不然明天要说的话都说了。好了，那就这个，我看这个也没有显现出新的问题，那就这样了哈，拜拜拜拜，明天见。明天演唱会现场见，拜拜。